下表为建国班上40位同学家庭成员数的分配表，是求家庭成员数的算术平均数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有点像是加权平均数一样，总共有40，那3乘以5加上4乘以7加上5乘以14加上6乘以11加上7乘以3，我们这样算出来我们的平均数是5。